好，上一次我们通过这个比较特殊的方式哈，跟Jack 聊天 catch up。那现在其实越来越多客人已经习惯用这个方式选购他新的旺财宝物。我相信很多人在 Facebook 也天天看到啦，有的人选檀香啦，有的人选水晶山啦，对吗？翡翠牌也有。自己家里自己 office 的翡翠牌沉香108也有。所以阻断期并不一定要阻断你的财运，对吗？Social 是。distancing does not have to be prosperity distancing。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啊，也请了另外一位客人一起来跟我们视频访谈，对，邀请他进来。邀请他进来。有了，哎声音，Hello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听得到吗？听得到，可以，可呀，以。听得到。哇，很久不见喽，差哦，不多一个月哈。差不多有一个月了哈，那时间是快了快一个月，过得很快太哈。快了。首先，我们要谢谢Florence 对，感谢 Florence。这个期嗯，间不客气，不客气。空跟我们约视频的聊天访谈，想让 Florence 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他是怎么认识云龙子旺财馆，是怎么开始的呢？其实我是2009年，跟云龙子，旺财风水馆就接触了。那个时候主要是给我老公去看八字，我们一起去的，对。那你跟你先生之间是谁先佩戴那个旺财翡翠呢？是我老公，我老公的第一块翡翠牌就是那个钟馗。对，彩金钟馗。对对对。OK，那个我没有记错的话，那个是限量版的，对。限量版的100枚而已。林先生他戴了之后有什么样的发展吗？他戴了这个翡翠牌之后，我现在陆陆续续有中马票，因为他有买马票的习惯。很好，没错，对，就是佩戴了我们自己的那个翡翠牌，或者是像你这样的108粒沉香念珠，然后再是。跟他沟通，我们叫冥思，然后就能够忘得更快，忘得更多，对吗？那对对对，本身我看到你也带了好一些东西，你大概带的是什么旺财宝物呢？我第一块带的是那个三德优芳，三德优芳过后呢，我就带了我的这个戒指，这看不个出来，是天地连理翡翠戒指，第一是，代的，对。对，然后过后我就带了这个108沉香珠，那就是阴阳的那个，所谓我们阴阳整个配套都已经对对，对对。有阴了阳哈，协调的。非常好。我们也知道 Florence 其实他有介绍家里人呐、朋友一起是朋友，来，所以真的要非常谢谢Florence。那么慷慨的，那么无私的把这个旺财馆的消息分享出去，是什么原因，或者你是怎么样介绍给你的那个朋友和家里人的呢？或者是为什么你会介绍他们来呢？其实我先生戴第一块翡翠牌的时候，包括我自己戴三德优芳之后呢，我都会觉得，云龙子旺财风水馆的翡翠牌真的是很漂亮，对，非常精致，做工非常好。然后再加上他有帮我先生，旺一些，就是说，买马票有中啊，连我们的工作都是蛮顺利的。然后每一次哈，出去跟朋友们在一起，他们都会对我的翡翠牌特别的在意。然后我就跟他们介绍，对，然后是，介而绍且说，对，旺财这个云龙子了，非常好了，挺有名气的，在新加坡。对，是，谢对，谢。就感谢 Florence。我还知道的话，就是 Florence 不只是他本身有佩戴这个翡翠牌，包括他还有做上自己家里的风水。也有是，的，有的是，对，嗯，像是有云大师的风水画，对对对，一个我亮，们还有还有做水上晶家里的山。水晶。啊，水晶对，云大师的风水画哈，Florence 是其中一位非常幸运的拥有者和收藏者。云大师的风水画，那我们知道这几年云大师的风水画那个发展，还有今年去到全世界去了，收藏的人们越来越多。想问一下 Florence 那个人的感受，为什么会收藏云大师的风水画呢？云大师风水画其实它有旺财的效果，对，因为我们因为其实我们已经早早就成为了云大师的这个追随者，对，就是我们是他的粉丝啦，对，然后就觉得他的
画一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觉得他的画的颜色呀，包括他的画工啊，都是蛮吸引我们的。对，最重要是他有旺财的这个效果呀，所以说我们就收藏他。对，所以当家里已经做好风水，再加上云大师的风水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能够让家里的风水旺上加旺了。对对对，是的。那在这个感觉非常好，很漂亮，对。很好，想请问有没有话跟各位朋友说一下呗？我只想说，云龙子旺财风水馆，有两位帅哥，一个是 Cola， 一个是简董，还有最重要的是云大师的那个画了，跟他的那个旺财宝物，真的帮得到我们了。那大家一起来管理，来玩呢，然后我们可以多学一些心得，多一些知识，然后呢。还有很多很多的灵感呢，收获。对，我觉得我们一起来，一起发，一起happy， 一起 happy， 一起旺财。那我们谢谢 Florence 跟我们分享那么多，谢谢 Florence。对啊，那期间在还没有馆还没有正式开的时候，当然刚才我们所讲的，好像还有很多客人已经在网上选购他们的旺财翡翠、旺财宝物。那感谢这些客人，在这个期间也非常注重自己的那个旺财的前程哈。那期间大家一定要，好像我们整天所说的 ，stay safe and stay what？ Stay what？ 好了。